你好 ，Where would you like to go？ 我想要去三峡老街。Nice choice， 请系上安全带哦。哦，到了吗？为什么停车了？汽机车驾驶人在行经路口时都要停让行人哦。Wow, New Taipei City is so friendly to pedestrians. 是啊，在新北市有让有停，安心出行。交通部及新北市政府新闻局广告。欢迎收听日工配信，欢迎收听日工配信第249集。哎，迪哥，我们又撑完了一个球季。对，一个球季又结束了。对，对赛塔斯而言，对啊，我们是不是应该干杯一下？干杯一下，等一下哦。哎，今天的比较高纲一点，今天比较高纲。哎呦，我自己带给西来开，也是需要那种开瓶器的那种。哎呦，哦，开瓶器啊，待会不会突然抓出来变开香槟？哦呦，听到一点声音了。哎，第一罐，我们听到第一罐，第一罐完成。好，我先拿一罐，感谢你。我们今天的是什么？等一下再介绍。哦，这是什么？等一下给你介绍，我还要再开一瓶。等一下给你，因为我现在是用那个，我看这长鹿野啊，对，有一个猫头鹰的图案。Itachino， 哦，坏到艾鲁。其实现在你很少喝这种开瓶器的，因为我是对吗？啊，你去那些那什么那个酒吧那种，不是用这种吗？我觉得要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是我没有那么常跑酒吧。哦，现在他们精酿啤酒也都是用那个铝罐装哦，现在都用铝罐装比较多了，所以说现在玻璃瓶的很少，就对，比较少一点，有还是有，原来如此，还是有，但我觉得没有那么多。在台湾的话，台湾对 ，OK， 来干杯，来干杯，庆祝。我们又过了2004年球季，2024年，又过一个球季，哎，干杯！哦，完了，我天，哎，干杯！在日文要讲什么？干杯，干杯，哎，干杯！林姐，那个话说，火腿也在一年的辛苦，对，都在这一口啊，两个人。话说，火腿在福冈好像也干杯了，也干杯了，对，那个干杯是。汉字不一样，汉字不一样，发音一模一样，对，都是堪掰，对，但是费老师遭遇的堪掰是完败，对，啊，完败，就是可能大家啊，可能大家也会想要喝啤酒，但不是，听完了可以喝，还是什么改天约出来喝之类的，对啊，可以约出来喝，喝一个完败的干杯，这样子啊。反正好吧，那就直接接这个节目内容了，好不好？都讲到完败了，真的。对，在这个福冈的这三场，好像你有想到三场就这样结束了？因为我原本是想说今天录的时候，嘿，还有一场。哦哦，杀到今天最后一场，就跟那个隔壁棚一样，对不对？对，有机会可以杀到最后一场。我觉得能不能过关很难讲，但我是觉得可以。撑久一点了，啊哈！没有想到，看拜，看拜啊！林姐，好了，林姐啊，往事就林姐，对啊，没还没到录音的那一天，这一天就已经赛季结束了，就已经早早放假。好，第一场，10月16号，这个 final stage 的第一站，对。2-5，这结果应该也不用太强调，然后大家都知道，反正三场都输，第一场2-5输了。伊藤大海吞了败战，五又三分之二局被打十安打九个三振，对，两发全垒打44分。分那这一场比赛，其实在前一天，新庄监督就在他的 IG 给他预告，他说福建妈妈明天出来，而且先发。对，因为同一天我好像有看到福建妈妈在他自己 IG po 一个就是照片，就是他的这是右眼转播也有看到，就是他的右眼的下面，哇，整个凹成一道。好好 OK 哦，鼻子有一点啊，可是鼻子看起来还好，没有很肿，那个颜色没有很明，那看得出来，主要是他、那個、没有不觉得肿哎、欸，我觉得还是他们已经有处理过了，就是消肿了啦，对，不要吃什么药或者什么，那个淤血是没办法立刻，对对对，哇，那好明显，那个淤血淤那么淤，淤那么深这样啊、哦、而且当了先发还不打紧，福建妈妈还敲一支安打，
果然这个视线视野完全没有被，也是因为敲那个安打，嘿，然后不会他跑到野之后不是还会照特写吗？那更明显的有那个眼睛下面那个哦，真的是还是有痛的感觉。淤青有附带那个准心的那种淤青，对不对？是怎样打瞄球比较好瞄，比较准是之类之类的这样。哦啊，他受访的时候他是说，其实痛不痛啊？其实这种东西其实没有什么好讲的，因为监督如果决定要我打，要我出场，我就是出场嘛。嗯，哦，那只要我出场了，那个东西痛不痛也就没有关系。然后就觉得就是，就算痛，监督要我出场，我也是会照打，我也不会去推脱说我不行了，我现在痛了，没办法这样，不会。反正监督要我打，我就打。对啊，其他的话，记者还是有关心说啊，那这个比赛之后，对一场比赛经历完了。因为记者他们就形容他那个样子就很像拳击手进行完一场比赛被猫到，被猫到又呕车这样。哎，到底你那个视线视野有没有被影响？看起来是有肿，而且稍微比较好了。可是到底视野有没有被影响？就想要问福建，福建就说就跟刚刚差不多啊，反正就是既然我出场了，其实就没有什么好讲的，没有什么可以讲的，就没有什么好。再去详细讲好不好，或什么？对对对对，反正我就是可以出场。那我觉得这样不讲也好，对，不用强调了。就是你也不用，也没有必要让对手知道你到底现在状况怎样。哦，是硬上还是其实更没影响？不用啊。哦，对哦，就有点像，反正他太极拳啊，也能接，他也能打。太极拳就推出去了，这样。嗯，有道理。啊，另外还有类似这一天四打数两岸打，包括一支全垒打，还是很猛。啊，这个为什么要介绍类似？因为一般大家都知道，这个比如打全垒打或打台姆利下去，他们那个场边记者或者就广报就会来问了嘛。嗯，问了之后就会赶快去跟那些媒体记者讲。那猎石供了全垒打之后，当然就要问，他直接跟广报讲，跟记就请广报去讲说 ，no comment。我没有什么想讲，没有想讲的，因为在球队还没有赢之前，我都不会有话要讲。哇，真男人！执念来自哦多米尼加的执念。对，你别随便赢啊，我赢在五位刚刚讲，不要吵，有赢才有话，没赢没话。对，什么都不想讲。另外还有这场比赛，特别是史哲宏泰居然排第一棒，对，这也是很难的。然后而且他第一次在 CS 出来，就是二刀流，毕竟今年也在第二年。嗯，对，去年菜鸟，今年第二年，在第二打席的时候还打了一个这个追平分的台姆利的安打。哦，这日本媒体形容这个就干的大事了，这样干大事。那这一天有一个比较担心的消息，在比赛前，这个抹消了池田龙英的登陆。嗯，那时候看到的时候不妙，对，就觉得，因为你上一个就是 first stage 的最后一站，哦，当那几个后援来，那几个后援都压上来，轮对对对，每个都在那边吼哇好哇，什么休了一天之后，10月16号抹消，上半身不舒服。因为池田龙一今年就前面就已经手肘有问题了，好不容易回来赶有赶，就是后来可以回来投球。对，而且我用，我觉得用上半身空低胸腹流，这怎么看就是在，就是我没有要详细讲他到底怎么了，对啊，反正就上半身状况不好，你很难不去联想，就是原来那个痛的地方又不舒服，又不舒服了，因为等于那个。对罗德的第三战，伊嘛是甲拼落来嘛，恁被手嘛掰，我嘛要甲赢落来。哦，有那种就是燃烧了啦，那种我觉得就拼了。而且池田龙英以往我们这样看下来的个性，或者接触过他的，他一定感觉就是这种人、啊，他一定聊的那种，他一定就是因为那个氛围，你也一定会想要聊的，不管是谁，全队都想要这样做。对，全队都想，我们就一定要过这一关嘛。我觉得连那种就是我手也奉献出去那种意思，所以。那时候抹消其实一定就是整个 final stage 一定来不及，也不可能，因为要十天嘛。好，那剑山透的教练受访的时候，他说看起来需要一点时间。我看到这句就觉得不妙，这个一点点时间不知道要一路到可能明年春训之类的，我觉得都有可能。对，你像他之前这个手肘就已经修那么久了，对，对啊，还好是现在球季结束了。能不能不需要他再投了？需要点时间，不晓得是春训前回不回来的那种时间，就不知道那个多严重啊。对啊，对，谁知道真的怎么？因为也没有哪一家再多讲了。对，就都而且我觉得点到为止，点到这边让人家有点担
对啊，心掉那边是因为上一次刚开，上一次那个伤出来的时候，好，一开始也是，但没大家没都没有讲啊，对对，他的都嘿，对，就消息很少，那种感觉就觉得，如果是轻伤，应该马上讲才对吧？哦，感觉就一定比轻伤来的再严重一点，好吧？祝福他不要伤得太重。然后在10月17号，这反正就输了，就讲快一点好了，2-7，第一天2-5，第二天2-7。加藤贵之直接投不到两局就倒台了。而且这两战前两战看完，你也不得不承认宇宙软银鹰也是很猛的啦。他们到齐之后真的是真的是宇宙，贡嘎咪咪冒冒，外大师被贡嘎咪咪冒冒，两天大概被打了5发6发全垒打。是啊，对，那这个日本火腿这一场输，那个 OB 博原纯一在这个媒体上面的这个评论，他也讲得很直接，他就说这个日本火腿的投捕搭档配球太刁低了，太简单又直白。哦，所以叫没什么。这个字怎么念啊？安日文汉字是安直，我也没学过，很少看到。我很少看到。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有一些日本职棒的评论家，他故意用这种，或者是说词语，日本职棒里面的。不是，有些选手也会，然后主要是教练们，教练其实他们很会用一些比较正式用语跟汉字呢。安球，哦，念安球股。认真讲，接触日文很少看到，第一次看到这个，我也第一次看到这个。可是大家就字面上一看就知道，对对对，大概是什么意思，就是公公啊，对，哎呀，没不够那个深思熟虑啦，太简单了这样啊，对，大概这种意思。那不愿存疑的理由是说，第一球被打的太多了吧。好，那后面就那个报道里面就有记载，日本火腿在今年的这个 CS 从第一个 stage 到 final stage 这场比赛完被敲了5发全垒打，里面被敲了几发我忘了，我看到这天晚9发有吧，对罗德被敲4发嘛。啊，软银的话，伊藤大海前一场10月16号的话，那一天伊藤大海被敲2发，三浦仁大被敲1发，所以这样就7发啊。第二天10月17号加藤贵之被敲1发，然后宫西上升被敲1发，福岛里也被敲1发，10发里面有5发是第一球就被敲出去了，就是等于你投出去就嘣，对，然后这5发里面有4发是直球，等于第一球直球投出去嘣就被全垒打，所以这个 OB 博原纯也觉得这太简单了，就是被打的太简单了吧，投捕搭档要在多动动脑筋这样啊，而且又是第一球就被打。好，那另外就看到一个也是蛮特别的记录，也在 X 上面看到了，有一个网友他说软银的，这跟软银有关的，2017年到2024年这段期间的季后赛，软银一共进行了到10月17号完是53场比赛。嗯，这53场比赛软银总共敲了75发全垒打，要超过一这样平均一场他打一点多，一点多支，一点多一点一点。季后赛，季后赛，对啊，53场靠75发，这真的是季后赛王者嘞！就季后赛的时候就特别强，特别会打全垒打，对吧？哎，你看2017到2024这阵容也都多多少少也有一些变动嘛，其实变动蛮多的。认真讲，有一些是应该都还在，但是也有一些是不在的或新进来的。但我想一直有补到。也是的，他们只有补到可以，他们有长大火力的，他们有什么补不到？有有，今天这一集就会告诉你要什么补不到，不是没有了，反正这个进度是很恐怖的，53场打75发，见鬼！然后好，那就在第三战10月18号最后2-3，一分小输啊，只是三场比赛真的都只得2分，日本火腿2分这样。那其他的话，这个是三崎福也的先发啊。好，那总之输了就是输了，输了之后监督要受访，新庄监督要受访，他讲了说啊，这个没有照着我的剧本走，所以我们都还只是个凡人。李宗盛是你我皆凡人，我们都是凡人，没有办法照着我们想的那个剧本走，我还是就是输了，意思就对了。那当然他也称赞对面的选手说，软银今天这些出场的选手们，哦，我相信他们一定也是经历过了一些输球的经验之后，累积到现在才会变成现在这样子的这么强的球队。哦，那我们 Finals 的选手
我们现在就是正在经历这一些输球经验的这途中啊，就是我们还在这个成长当中，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了，对对对，那刚刚我们现在才在走这一段路，那我们继续向上走的这个决心是不会变的，我们的欲望也是很强烈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一群选手明年后年一定会再更成长，对，之后就是我们的天下，这样就对了。那记者们就会问说，因为一般日本职棒监督的去留几乎大部分都是球季赛整个打完之后，大概就会就是有确定一定会走的，或有确定一定会留的，就会早早就会讲了，因为就也是要方便后面的人，今年他们打都是对就讲了嘛，对，总之就是要让后面接班的人也方便了，那拖塞脸到底要走不走，后面的新体制到底要不要赶快组起来，新内阁要不要组起来，对，反正他们习惯是这样，所以记者今天会问新庄监督，全日本不止全日本，全喜欢日本职棒的全日本都一定蛮关心的，到底关心这件事情，对，新庄监督明年还继不继续接，他是说，他说了关于这个部分呢，就是在那个选秀会议结束的时候会给大家答复，请大家再稍等一下，很好好妙这句话，我有时候看到嗯嗯嗯，那就是留啊，应该吧，要走 就一定就讲走啊，而且我们要讲一个选秀会议，什么叫选秀会议后，今天我看到一篇啊，他就是大概的意思是指有一些东西，就是因为上一集也觉得，上一集还前一在上一集不是球团也有表态说他们是希望继续跟新庄监督签约吗，对对对对啊，所以现在变整个到底会不会继续留是在新庄监督自己的决定上嘛，嗯，那个报道我记得今天看到他意思是说，至于会讲要选秀会议完再跟大家讲，他就是要利用这一段期间他要跟球团讲好明年我继续当，但是我希望有什么对对后勤之类的，比如说怎样的选手来，怎样的洋将来，对，画把他看，比如像今年洋头弄成这样，反正就是要去把这些东西都确定好了才会宣布，他才要讲，反正大概意思要不要了，对对，就大概意思是这样。好，那另外的话，球季结束了嘛，对，三战都输了，结束了。伊藤大海在10月19号的时候，应该也是在他的那个 IG 啦，因为之前球主场的最后一场玩的时候，新庄监督不是喊了一个说希望大家在网络上发起那个雷耶斯跟马天尼子哪里都不要去的运动，那伊藤大海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伊藤大海在网络上还发起说发起哪里不要去运动，但是是监督，对，他发起了一个监督哪里也不要去运动，意思就是希望新庄监督明年继续留下来，我们这一群选手都还想跟你一起打拼，主要伊藤大海是说明年球季也继续想跟监督一起在一起的那个心情非常的强烈，所以他要发起这个监督哪里也都不要去的运动，那发起这个运动那就从我这边开始吧，也一定是要从我这里发起啊，他就觉得是伊藤，他觉得自己应该有这个这样怎么讲立场，不是立场，应该要这样子去做啊，由我来发起这个监督哪里也都不要去的运动，那这个东西跑到网络上之后，我相信应该大部分的网友都会响应了，不能说全部啦，因为一定也是有一些这个球迷朋友没有那么认同新庄监督的，一定也是有啦。好，那另外就之前有一篇，这个也放了一阵子了，这个终于等到球季结束，有一个适当的时机可以跟大家分享。新庄监督今年掌握这些选手的人心，其实有一个这个 app 是最大的一个 app， 对，最大的工具。他都是靠 IG 的这个讯息，你说 IG 那个传讯息的功能，对对对，传讯息的功能，这是他跟这些所有选手在这一年里面用来沟通的重要的这个媒介，而且不管是一军二军的选手也是这样，他说这个他自己是监督，自己是觉得 SNS 上面的这些大家的往来是最大的重点，就他能够把这些年轻选手在短短的两年第三年就有这样子的就类似那种大跃进的成绩，他觉得这段期间尤其是今年这些上面的这些言语的交换是最重要的因素，他说因为为什么是要用 IG， 因为在日本其实 X 也蛮流行的，那还有 LINE， 他也没有选 X， 他也没有选 LINE， 为什么要选 IG， 他
他说赖的话，赖的话，他觉得让人家感觉到比较私人的东西、啊，嗯，比较私人。X 的话，他说他自己用，其实他也只 follow 孙正义的账号而已，而且没有在用。等一下，为什么孙正义？好像他第一年还第二年，第一年的时候好像有在节目介绍过这个，反正他还好像蛮那个那种尊敬孙正义的。他说，所以反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一个是觉得太私密、太亲密了，一个是我没有在，一个是其实没什么在用 X， 所以就用 IG 这样。啊，其他的话，比如说他跟选手有，比如有时候沟通了什么啊，比如说有时候一军的选手，对不对？当天的反省的点，嗯，他有时候可能比赛后回去，他就会用 IG 信息跟他讲 ，IG 信息传给人家，对，或者是有一些一军选手被降去二军了，嗯，他也利用这个东西来告诉他啊，你接下来到了二军的时候，你应该要做什么，去做什么，去加强什么，这样子。那有一些在二军的选手，他也利用这个东西，比如先帮他设一个标准，你在二军成绩达到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的时候，我就想办法把你弄上来一军。好，所以他这个 IG 的讯息不只是跟一军的选手，他可以跟也是可以跟二军激励他们。你在下面好好表现，到了什么样的数字的时候，我就把你拉上来。对对对，好，比如说全垒打、啊，比如跟那个什么。清宫那个时候，嗯，他那时候原本是跟清宫讲那个时间点，他们算是没有写几月几号，反正就是说接下来你再打七支全垒打的话，在二军打七支全垒打的话，我就会把你弄回来一军。啊，当清宫打到第六支的时候，记得跟我讲一下。对，他就吩咐那个 manager 记得跟我提醒一下。嗯，清宫已经差不多在下面快停牌了，这样，结果啵啵啵啵，清宫一下子啵啵啵打到十五支去了。直接超进度，原本讲好七支，到六支的时候，我吩咐马来讲，他六支的时候，你再跟我讲。没想到那短短的两三天，轻功毛起来打，直接已经跑到十在二军打到十五支去了，所以就 OK 就把他拉上，马上就超过了。对，就这些东西，就是他很会善用这些东西跟选手们沟通，或者是说，我觉得设定目标这件事情，然后交情实现。承诺这件事情哦，那个力量蛮大，是因为我选手就知道说，我只要达到你要求的目标，我就一定可以到一局。对对对，也是对，也是一种，我觉得这很不一样啊，这个心态上面不一样。虽然不是每个监督还是只有新庄会这样做，可是对选手来讲，如果是吃这一套的选手，他一定会被激励到或什么的这样。好了，另外还有一个，他用这个东西还有发现了一个这个用途，就是。也可以藉由跟他们传讯息的过程中了解这些选手的个性，你知道吗？个性，比如说有时候，比如像前面提到的，这场比赛完有什么翻新的点、改进的点什么什么的，他就会打去，比如这个叉叉叉选手，哦，可能是个建议，可能是个什么，嗯，有的选手，我跟你讲了之后，新庄自己在观察，哎呦，下一次居然又犯了，忘记了。居然也有这样子的选手，另外也有一种选手是也回得很简单，瓦咖喱马西达，阿里阿多古塞马斯，我知道，谢谢你。也有这种选手，那也有问问题的选手，但也会有这种对反问问题回来，就借由这个东西可以发现选手的个性，每个人也都不一样，有的刷神的最好是刷神，或者是有看到，但是就是很基本礼貌回一下，我知道了，谢谢你，就这样而已。啊，但是当然就有的是哇，反过来一直问我，一直问我，也都有这样的选手，所以利用这个东西也，他也掌握住很多选手的个性了，嗯，方便他之后要怎么对症下药之类的。啊，另外还有一些预成的选手，在二军这些预成选手，因为基本上比较没有直接见到面的机会，嗯，所以比如说有时候他就会用来激励这些选手，因为毕竟他还得先升支配下才可能来一军嘛，对，所以他。这个东西绝对不像前面那个，比如下什么标准啊，你我就会弄上来没有？嗯，比如他就会鼓励说啊，如果再加油一点点的话，应该就可以更快上一军了哦。啊，比如或者是说啊，昨天那个全垒打，感觉供出去的时候是不是心情很爽这样、嗯、之类的，就好像哥们好像朋友在聊天这样、哦、啊，所以他觉得这个东西应用了一年，他觉得很实用啊。哦，而且他相信每一个选手都是有那种，我觉得变成球星，对，他也想把每个人都弄成，都是变成
所有的球员都可以变成明星选手。对，而且他知道这样子的激励，不断的激励，也会让整个球队的那个选手层能够更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厚实。这样哦、嗯。啊，其他的话，我看后面还有什么？嗯，哦，他说，因为这个东西毕竟他从当监督第一年的时候就其实都有在用了。哦，那一开始用的时候，其实被他吓到的选手还蛮多的。应该吧，因为在日本棒球没有这种突然跟你来讯息的总教练监督突然传讯息来这样说，还从 IG 吓死。他说当然到了现在，他也严格来讲是用了三年了，还是有一些 bug， 你知道、嗯、bug 就是大概有三位选手左右，他们是真的完全都没有在用社区媒体，所以他这一招不好，三个不行。对，有大概三个左右没办法用这一招。他是真的讲说，大概是哪三个？其实大家都可能知道，大家就会想要知道。他没有讲，他说大概有三个，他是真的都没有在用社区媒体的，所以我也没办法用这些东西跟他们沟通。不然的话，这样蛮好玩的，这样啊、喔。好，那再来，反正球季结束了，三场都输了，放寒假去了，对对？寒假开始之后。接下来这个他们一般这个叫什么什么力谷，我忘记了季后赛的那个，反正就这些好戏、啊、有一个名称，然突然年纪大了忘记了，是斯多布力谷好像是吧，斯多布力谷，斯多布，斯多忘记了，好，真的忘记了，好吧，反正就是一些季后的消息啦，可能人事类的啊什么什么的，这样第一个就来从教练开始看了，好不好？这个前几天的时候，日本媒体开始公布日本火腿要招聘今年还在乐天当一军投捕教练的底场直树，还有二军的打击教练横尾俊健，还有饭团君，饭团君，日本火腿在10月18号的新闻要把他们招聘回来当教练，而且在18号之前底场直树就已经自己先跟乐天提退团了。嗯，那日本火腿这边消息出来没多久，横尾俊健，乐天那边也有宣布横尾俊健要离开，对，所以这两位选手就，哎、欸，不是选手，这两位教练就是确定直接明年就是来火腿这边了，哎、欸，都算回到火腿。嗯，第一场之数之前也有在这边当过教练嘛，对，啊俊，哎、欸，不是俊健，饭团君就不要想了，还有那时候选手时期，对对对对对。好，那其他的话，20号的时候，球团也宣布渡边浩司职业球探跟川民圣一那个 Team Staff， 我记得他反正他今年是那个什么宿舍的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反正这两位，这个也都，尤其川民圣一在这过去这么多年一路也都待在 Fighters， 嗯，好、哦、啊，渡边浩司是前几年再回国的吧？之前也有当过，然后离开，然后又回国，他们两个人要退团，好、哦，那退团，但就后面也接的消息就是他们两个、欸。明年要去乐天当教练、嗯，所以这一般这个普遍球迷们、网友们都戏称这个是教练跟教练的二换二，哎，换两个，换两个，职员交易，职员的交易，对，职员也可以交易。那你为什么会这样搞？一定就是跟这个乐天的新的监督山木照有关系，再回来当监督有关系，因为山木照之前在日本火腿当教练的时候，渡边浩司、川民圣一一定都是他。不知道怎么比较信任的人吧，对对对，或是交情不错，对，可以配合的很好的人，这样，所以教练跟教练的那个交易了哈。因为第一场，我印象里我好像后面有看到，反正第一场直树跟横尾军舰来了之后，明年应该都会在二军，嗯，都是在二军当中，应该不是，我好像有看到类似的新闻，那因为看到这个，其实我是觉得还好，你知道，嗯，我心里面。因为但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消息还不知道、啊、有两个教练绝对不能走，金子千寻，嗯，然后佐藤有亮，佐藤有亮，对，这两个绝对不能走。两个在二军救了多少人？对，回忆局一个救投手，一个救野手，这两个不能走，这最重要两个都不能走。而且哎、欸，还有一个巧合，应该不会走，因为横尾俊健他也是庆应 boy， 哎，佐藤有亮也是庆应 boy， 好吧？现在高层是有什么庆应体系吗？有那个庆应的情节啦，喜欢想要用庆应毕业的，真的假的？比如说 CBO 不是庆应，我自己乱看的。基于这个层面，好、啊，应该会留着，应该不会走。我觉得那两个不会走了，应该是不会吧？除非有人拿真的很高的薪水，或是条件
问他佐藤有亮会来，就是那时候西武没有跟他续啊。对，對啊，那西武都不续了，正常来讲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诱因会把他再拉去了吧？正常来讲，啊，应该是我是直觉是这样。我觉得金子除了我讲白点就是一军投手教练或是一军统合教练这种，比较真的让他去做更多事情的时候，那才有可能考虑。嗯嗯嗯，还有一个欧力士也要改组，对，哎，欸，中岛聪走了，对，这以后再来讲，这后面你说中岛聪，我觉得迟早有一天中岛聪是会回来的，只是什么时候我不敢。就是明年吗？那么快吗？明年我不会吧？他一定都当到监督阁的人了，先当个更高的管理层啊！哦，先去穿个西装，嗯啊，等到适当的时机点，所谓的辅佐吧。CPO 辅佐，那什么都可以辅佐，剧院辅佐 ，CPO 辅佐，什么什么辅佐，哦，再想一个名称给他就对了。哦，哎呦，脑筋动很快，对不对？我有另外一个中原真一郎，那个当年这个达比修刚去大联盟的时候，他指定专属防护员，嗯，因为他这都是都跟那个福良纯一他们交情很好，所以那时候通被福良找去，都在欧力士，他也退团了。现在意思就是说。可能会把当初被福良炒过去的人，好的人都一来是中原，我的点是中原，如果有找回来，就是准备迎接这一些差不多要回来，这一些，哦，这一些，这一些就是现在艾迪哥指向了他的墙壁，哎，这一些十一号的其中一个先穿的那一位达比修先生，那准备迎接回来的日子可能就不远了。如果中原真一郎真的回来日本火腿，我觉得只是因为那个关系嘛。那一层关系、信赖关系什么什么的，那自然而然就有可能去吸引达比修，看比如就是早一点回来日本火腿之类的，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自己猜的啦。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今天这个最重要的新闻，嗯，就是跟这个宇宙软硬硬讲一下，不见得什么东西都买得到，有些东西是钱买不到的 ，Layers 的心你是买不到啊，因为今天日本火腿球团宣布跟 Layers 成功。继续这个签合约了，而且报道讲是复数年的合约，但是至于签了几年跟一年领多少钱通通没有要公开，不好意思，通通没有要公开，可至少对日本人来讲，透懂这个今年敲了25发全垒打的杨大炮，我们会留下来，明年再见，明年又看得到他了。对，好，那雷耶斯透过球团讲，他说他从来没有想考虑过去 Fighters 以外的场所的球队，在那个地方打球从来没有，嗯，没有想象过要在其他球队打球，只有 Fighters。他说，打从他去年到的，不是去年，今年，反正就是来到日本的那一刻开始，他就感受到球团给他的这么多温暖的这个对待。哦，那他也觉得每天都在这里，在日本，在 Fighters 就像待在自己的家一样，这么气氛轻松愉快。甚至他的家人们也都来到日本嘛，那这样这么一个难得又新鲜的机会，他很感谢球团可以给不止他自己，还有他的家人。这样之前比如说来多久都带着全家去那个什么迪士尼玩啊，对不对？之前也有介绍过那个在千叶周周马令打完球之后，干脆大家一起散步回饭店。就是来到日本之后，他也得到了很多跟家人一起在日本相处的这种很特别和崭新的体验啊，他都非常非常感谢日本火腿球团。所以接下来的2025年球季要面对这个新的球季到来，他回去之后他会变得更强，然后再回来，那他会在这个休赛季的期间做好全力做好所有该做的准备。那另外还有10月20号左右有类似的新闻，就是啊，没有，这下一个新闻好了。那顺便再整理一下其他的这个洋将们目前比较新的一个状况。Martinez还在交涉中，哦，啊，感觉日本媒体的报道也是在往好的方向走。其他的话 ，Rodriguez 跟 Murphy 确定拜拜了，嗯，拜拜。邦黑根跟孙义磊明年秋季也会继续留下来，对，目前判断是这样。唯一最不明的是萨巴拉，萨巴拉目前新闻消息里面都还没有提到，他到底是留还是要拜拜。好，那刚刚讲到这个 Layers 有一个宣言，在今天球团公布的前一天，等于录音的前一天，昨天，明年第一个目标减重20公斤，还要再减20，还要再减20，对，还要再减20。另外，明年要靠30发全垒打，
因为变瘦脸，他那个肌肉什么会比较结实？他觉得整个挥棒的那个感觉会比较好，那个劲，嘿，那个拉桃会比较棒。他这边他讲，然后也会比较健康啊。主要是有讲说什么？他还讲好，就是说，因为他是说球季结束后要回到多米尼加的时候，他要好好的锻炼，让自己瘦下这二十公斤。还希望可以瘦二十公斤，也希望那个我的 power 打击 power 不会减下来，那可以达到三十支，目标是明年的。瘦二十之后 ，power 可以再更强。嗯，然后目标明年共三十。对，因为 他只要不休息三十，很简单吧？他后面这一段就崩，就供到二十五去哎。对啊，他只要中间没有那个。他今年花一点时间适应。对啊，对啊，如果你扣掉那些适应期，三十应该轻轻松松吧？正常来讲。他说他现在他目标体重设定是在113公斤嘛？目标体重希望113啊。因为现在的资料上面是写120。对。那他是说，因为日本有，我觉得蛮好玩的是，他说是回去多米尼加之后要好好锻炼。嘿，因为他说日本有太多好吃的甜点。对，太多了。我记得当初。还没来之前，大家看网络上的资料说130，不是？嗯。啊，后来来了之后，他不是说他120？嗯。啊，现在当然他没有说现在是多少，现在就是应该是快100。现在就是那种公开的那个资料是写120，但是有可能来了像他讲的日本太多好吃的东西，加回去啊，又胖回来，又变比较胖，所以他这一趟回去，他要好好锻炼，瘦到目标113。所以他现在133嘛。哦，好像也可以这样加，是不是？也是可以这样加来加减一减这样。现在133来日本又胖回去了，就对了。这样要好，总之这个第一个季末最重要的这个拼图已经拼上去了，内野石这一块拼上去了。好，那明年还有什么拼图？这也是过去这个礼拜不止在日本，在台湾这边很红的消息，就是日本媒体这边有一家先跑了，他说明年日本火腿。的新外国人选手的人选之一，有一位在台湾，就是统一 7-11 狮队的王牌古林瑞阳投手，而且年轻人才24岁。对，哇，这个日本媒体是报道说，一直以来日本火腿都一直在调查关注古林瑞阳，甚至比如说今年9月的时候，都有派球团的干部直接飞到台湾，在观察古林瑞阳。嗯。啊、另外的话，大家也知道古林瑞阳那时候就是那个是什么亚洲职棒大赛要对萨布莱甲片，那是什么比赛？亚冠吧，亚冠赛就是大概6局的一出局之前是差不多就是一个完全比赛的状态 pace， 嘿，把萨布莱甲片压着打，不是压住了，压制住了，压着头，大家就哇，这个投手，台湾的这個投手不得了，不得了，有搞头不得了，那一定。关注古林瑞阳的也不绝对不止日本火腿了，其他球团也是有。哦，那当然这个就是要看接下来的这个进展了。然后，嗯，因为去年本来传那个谁，富邦的那个曾俊岳嘛，传到后来也是 no 输。你比如说那时候有种感觉，是因为其实可能是火腿同时在看沙巴了，啊，签了沙巴了，啊，差不多类型的。哦，好好，对，我有点忘了，对，有点印象。那因为有的。因为那时候不是刚好那个什么台湾大赛要开打了，第一站统一不就要派古林瑞阳？他已经打完了，我知道啊。那时候看他前，反正就是看到一些在讲的啦，就是他一直说哇，那一天古林瑞阳绝对要好好投，哇，那投的好的话，哇，身价会更翻一倍啊。就是我们不要用这种反应，这样干杯啊，林姐不理解，林姐不会啊，林姐不会。莫名其妙会这样吗？不会啊，对啊，你就算玩风兄、就是、中信兄弟，我举个例好了，你不会帮你价码抬高吧？顺便讲一个事情，就是好，你讲。其实后来李奇志也有在他自己的频道有讲到说，为什么现在其实战力外测试会意义不大了嘛？去战力外测试这件事情意义不大，他不是说去那边。以前会有人去那边看，然后决定要不要选择。他说，其实后面越来越到他隐退前几年，他就发现，其实大去看，真的只是去看，已经流于形式了。对，因为为什么？大部分的球团在差不多2000年之后，一直都有在做资料化、资料库的事情。哇，如果我想要海外选择，我一定长期调查，一定的吧？那说实话，他长期调查，他19号那天哦投一投，比如说他真的被打爆，或者他真的投一个9局完封好了，那代表什么？那就是那一场他投的这样，那不对、啊，他已经有做不对啊，不会因为你在台湾
台湾大赛第一站玩疯了中信兄弟，日本火腿再加码1000万签约金，不太可能了，怎么可能？或者说啊，不要这1000万求追100万，对，而且他不会用这种东西来衡量，是啊，这个选手我要花多少钱签嘛？对啊，我讲白点，就算他之后去比赛12强，12强对到日本，再投个比如6局又把日本队压住好了，那也没有太大影响，因为。对他们对他的资料已经有掌握了，对我对你的评价就已经评价好了，对，不会因为你单场的特殊表现再加码，或者说突然决定原本不签突然要签了，哦，好好好，我觉得不会是这样，不会啊，如果是这样那就就真的我会这样讲，那北山是不会进火腿啦，因为火腿去看他那天他被打爆啦，对啊，讲白就是这样嘛，对，就是他们这些球探不管哪一个球队绝对都不会用这么短，甚至一场比赛的表现去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对，我签不签你，或是我决定要签你了，我很想要签你，但是因为你这样投太好了，所以我决定再多出一点钱。或者说你投不好，我不签了。哦，不会啦，对，不会。他们考量怎么可能是考量这么短？对啊，我把你弄来是明年，至少我希望你在我这里打满一年呢、欸。不是说我希望你可以在这边。负担怎样的工作？对对，你未来蓝图都画好了嘛？对啊，日本火腿最不是最会了，一本这个都帮你做好了，泡面都做好了，资料做好了给你看。他们卤肉饭去哪里吃都有了，不是吗？龙龙的时候嘛，那时候讲。对啊，那怎么会因为假设古力乐阳第一站投超好，嗯，再加嘛，再多出一点钱，或者说因为投不好啊，我不签了。对啊，都不会。我觉得台湾人不是担心再加嘛，台湾人是担心。他没投好就没机会，也不会，不可能，会就会，不会就不会。那个机会不是现在就会，这一场比赛决定的。对，虽然现在背部那个什么紧绷，对，那也不就是个日常，没有啦，也不到日常啊，就是这不是选手的，就是这个东西就小小伤休息就好。对啊，反正统一也马上就做了措施处理，对对对对对，这绝对都没有影响。对啊。对你那时候郑俊烨讲的沸沸扬扬的，最后也是没有啊。嗯，对，那我一定有，或一定没有，或者是说投得好就有，投不好就没有。对，没有。好，再来这个选秀要到了，10月24号，嘣一下来了，要到了。哎、欸，这个礼拜、欸，今天礼拜一，21号，24号礼拜四，这礼拜呢？这礼拜，那最后面这一趴蛮大一趴的，我们就来聊一聊。嗯。选秀的啊，那也是在10月16号的时候，这个日本火腿在东京都内又召开了一次球探会议。那这一次的球探会议召开完了之后，日本媒体主要都是在，因为那时候球队已经到了这个佩佩洞嘛，那就是在佩佩洞里面访问了，比如说牧田优夫剧院代行代理剧院。那时候牧田优夫跟日本媒体讲说，关于这个第一指名的人选。还没决定，嗯，还没决定。好，那其他的话，大概有日本媒体有一些有提到，比如说目前名单里面高校生大约占50人，对，大学生有30人，社会人跟独立联盟的选手大概约20人到十，总大约100人左右。哇，好约哦，好好广泛，好大概哦，刚好就是16号嘛，就是。前面没有啦，他的100就是，我觉得这数字也太巧了吧，不是90，不是80，就刚好100啊。反正这不是重点。另外的话，比如说立山艺术 CBO 那时候也是在佩佩洞这边有接受访问，嗯，他讲的话就真的超有让人家无限的想象，对对对。他说了，二刀流的选手，我们感受到这个接下来不赶快再培养一个不行，哎，就是下一个二刀流的选手。所以包含这个考量点在内，我们球团有做一些准备，就是想到这些东西，应该要替球界再来培养一个二刀流的人才出来。这样，那另外的话，还讲大学生这部分有一些比较可能会在上位就被指名的这些人选，我们都已经评价完毕了。嗯，对他们这些大学生的评价都结束了。好，那要请大家来想想，为什么我现在？会在福冈呢？这些东西大家真的要花心思去想一下，还是这样跟日本媒体讲？所以日本媒体直接解读：哦，有有有，这边应该有一个他说要培育的二刀流选手。对，就在福冈，福冈大大豪高校的柴田狮子，
他的名字超特别，柴田狮子，对，就是那个动物的狮子，柴田狮子。他在他们学校就是一个又是王牌投手又是大吉的重心的一个候补人选。好，那另外还有提到，就是至于这个最后到底谁是日本火腿球团的第一指名，日本媒体写大概要到最后的最后那个叽哩叽哩，就是最后的时候才会确定翻牌前才能确定，确定了可能要到这个程度了。那另外的话，日刊体育也有写到一些，就是相信10月24号这天今年的选秀会一定会有很多情况是要来抽签要抢蹦了。那人选大家都知道，第一个最热门的就是中山磊，这个明治大学的游击手，而且现在是广岛队已经先摊牌了，广岛队直接讲我第一指名就是要选中山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关西大学的这个金丸梦斗，这个左投手球速也是可以投到150几去的这种左投手。那目前的这个看法就是不管怎样，因为其实都是斯巴达系的选手啦。对，好，那当然位置不是不同的，一个是打者，一个是投手。好，那日本火腿这个到底要走向什么样的路？是选内野手，还是选珍贵的左投手？当然现在没有办法确定，没有办法知道。好，那当然这个需要去想一下。那另外还有就是像前面提到这个柴田狮子这位弟弟，那大家知道这个日本火腿就是培育过大谷翔平的球队嘛？就现在石哲也在。石哲哦，石哲，我觉得有点，但至少还算是在二刀流。他也是有在对他的自己的一个形状的二刀流。他在第二轮啊，有打安打，啊啊啊、还有打点。对对对，不要急掉，不要那么快这样啊。啊，比如说在日刊体育的访问中，立山 CBO 就讲了一句，他说：“柴田狮子真的很像我们 Fighters 的样子的选手。欸”哦，那有这样子的选手，这样子的素材真的有哎、欸。好，还指立山 CPU 的这个回答，他们采访的时候大概有多讲到了这几句话，所以我觉得这有点日刊体育有一点就是，说不定最后的最后变成是柴田狮子，变成是柴田狮子第一指名的可能性也有啊，因为这个有一些那个什么选秀分析的什么什么的这样。或许一些那个是这样什么，反正 OB 啊。这个这样讲，我就会开始会好奇到另外一件事，就是会不会是因为这样，所以说新庄才会说选秀会结束了他再宣布。那他要的选秀是什么样子？也许就不是二刀流哦，他不想要二刀流，他想要他觉得他现在没有时间去做这个事情，有没有可能？或是对他来讲，他觉得有些这个选手就不是我们现在可以去培育的，有没有可能？意思就是说，他比较不像以前的监督是会尊重球队，他就是要去靠北靠。也不是靠北靠，就是他说他有说他想要的嘛。哦，对，所以啊，如果选出来不是他想要的，另外的白走这样，我不知道，我没有去想要这么那个过啊。要不然我觉得你这样看回来再看，而且你不觉得立山火腿的头作为火腿的头，在选秀上面接。就是讲这么多，很讲这么露骨，不寻常。对啊，啊，但真真假假嘛，因为有的人，有的这些，我刚前面讲这些分析的，这什么常关心选秀这些 writer 写手，或者是什么什么的，有的人就是说此举是要来牵制软银，好，因为福冈大大好在福冈嘛，福冈市，柴田狮子是福冈县范总市的出生的小朋友，就是道地的九州人，男儿，嘿，九州人，那软银一定会想要，对，但是一定会评估嘛，我是要这么屌地，就是第一指名，好，柴田狮子，这么简单，这么直白，这么就是没有绅士手，不讲不是绅士手，就是我就要这么直接，我就是想要我的地缘，然后什么什么，还是我也想要中山磊，因为进攻健太也有点年纪了，34了吧，迟早还是要赶快找一个进攻健太接班人，那你说现在？台面上有的这些内野手，其实也都守备很好。可是你就会觉得，我那个游击手，我如果可以的话，我摆中山磊，就像好像以前摆了川崎宗则那种意思嘛，差不多。对，又有实力，又有人气，又守秀斗。对对，那其他这些很守备也很好的这些，就是比如二垒手、三垒手，或是游击手需要挡一下的时候，他们来。但是我还是希望我的内野有一支像石大一样的选手，就是明星游击手啦。那或者是有可能他也想要金丸梦斗啊，他也想要这种左投手，也不一定。那此举是喊给软银听说，你不要以为柴田狮子
你一定拿得到。我搞不好你前面不要，我可能就拿了，我就拿走了，我不管你了。你要就来对决。嗯，啊，但有可能海选是假的啊，我只是希望牵引你乖乖去选才练狮子，他选中山的这样之类的，就是有这些勾心斗角的东西在里面。因为比较好玩是，我觉得以前火腿就不太会，不太会这样子讲。嗯哼，还是用这几年的我的印象里面，立山第一个是因为他以前是总教练，所以他不会讲嘛。应该跟以前吉村没有，就吉如果你问我你现在想讲这个，我来。接着你的话讲，就是以我们认识的立山监督，他本来就不是那种大炮型的人嘛。哦，对啊，我就嘴啊，我别讲啊，叭叭叭叭，一直讲一讲，不是他不懂，可是他会故意这样讲的。你们大家去想一想，为什么我会出现在这里？这个太，这个太不立山教，太不立山，太不教授。就是你是觉得他这个话绝对都是想好才这样讲，对对，他不是用大炮想到什么讲什么那种。对，可是他是，但我说他是有策略的去讲，嘿，就是。甚至这个策略是跟球团都讨论好的啦，跟局长他们都讨论好了。对，那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是真的想要选柴田狮子，要把别人吓走，还是希望牵引，比如软银，你要选你就乖乖选，不然就我就拿走了。嗯，之类的，就是讲黑跟哎，而且我这是虽然不是公表，嗯，但是也差不多50%给你摊牌给你看的那种意思，就不知道嘛，这个要24号当天才知道。对。那另外的话，比如来介绍一下柴田狮子，这日文发音也蛮好玩的。柴田简单啦，喜巴达，对，简单。但是狮子那时候一看到，嗯，该不会叫柴田西西之类的？西西，这不是，他叫做喜巴达 Leo， 那个英文 Leo， 他直接放在这字上面哦。Leo， 啊，可以这样放吗？哎呦，可以这样放吗？是可以这样子吗？应该可以吧？好像可以，算了。他爸爸或者他阿公取名字的那个说可以就可以。对对对对。好，当然就前面介绍过了这个，刚好最近范总是叫做狮子的藏身处啊。对，我还没开始追，我看这还没开始看。那个也是叫 Leo， Leo， 2006年生的，现在2006年的要打职棒了，这样。那我觉得会吸引日本火腿的一个就是身材，嗯，187公分，87公斤，将近190。右投左打，哇，一模一样，跟这个奥塔尼桑一模一样，右投左打，这样，而且他的目标选手就是大谷翔平，就是、大谷翔平，兴趣读 书，哇，真的，真的，好符合，好上进，好符合，对，好像 CBO 的口味、哦，对对对对对，好符合 CBO 的味道，没错没错，哎，那为什么会取狮子 Leo？ 原来啊，他的祖父。他的祖父是西武粉丝、西武迷，所以帮自己的孙子取名柴田狮子、柴田 Leo， 百兽之王的名字。啊，西武不选一下吗？西武感觉要选一下了。对啊，可西武现在缺的不是这个，西武没有时间养。西武，好吧。啊，另外我看到一个比较有趣的日本媒体报道了，因为柴田狮子这个名字就真的，就算在日本也是很特别，台湾。念起来也是很特别，你取后面是狮子。比如说，这最近这几年有一些特别的名字在职棒里面的，比如第一个，他举例日本媒体举例欧力士的这个山下顺平大，勋佩塔，顺平大发音勋佩塔，他是来源是一个20世纪前半的一个很有名的经济学者，叫做伊诺佩秀，熊彼得，对对对对对，熊佩塔，熊彼得。是台湾是这样翻译，嗯，就是从这个名字来的。熊彼得，对。另外第二个举例的也是在欧力士，古田岛成龙，哦，就在这个中继方面投得很好的这一位，他说因为古田岛成龙的妈妈，他是 Jackie Chan 的大粉丝，成龙的大粉丝，真的是这样，所以取成龙。而且只是让我想到一个蛮有趣的事情。Oh my god。狼队的英格兰英超的狼队俱乐部的韩国选手被敌队的讲说，就是好像敌队是故意有点像是弄他秀他这样讲 Jackie Chan， 对，那个选手被罚款。哎，啊，这个没有，这个是妈妈是粉丝 ，OK 啊，没事没事。哎，当初看到古田岛成龙，因为以华人来讲，你看到成龙一定想的联想到就是他嘛，对啊。但是原来。古田岛成龙的成龙
真的是，还真的是因为他妈妈喜欢成龙，所以取这个。对，哎、欸，这个是我那时候做资料的时候看到吓一跳的，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所以取成龙。好，那第三位，哎、欸，福建淫威，哎、欸，妈妈，福建妈妈，偷来淫威放，哎、欸，淫威发偷来。偷来的这个用语是他爸爸命名的，是这个橄榄球，英式橄榄球的用语偷来。偷来是不是就是那个像打针的那个，好像是这个动作啊，我印象里。对，因为他爸爸当初是打橄榄球的，他爸这个花园高校曾经也打进过橄榄球这个日本全国大赛，他爸爸喜欢的运动啊，这样。好，那另外最后一个，哎、欸、不是第四个，中山里都赖头。这应该比较简单，好，因为这个爸爸中山里路的爸爸过去是中京大中京研究部出身的，嗯，而且他爸爸觉得赖斗右外野啊，中山里都赖斗有很多好的选手，比如说高桥优生，比如说林木一啦，所以他把他的万波中正还没那时候万波，他爸爸不会觉得他爸爸眼中林木一啦高桥优生这种。超一流的选手，很多都守右外野出身的，所以他把他的小孩子取名赖斗。赖斗，嗯，李汉字是李都啊。补充一个是今年选秀会的一个也是小选手守内野的，那时候也有些媒体写他是谁，嗯，坂本勇人二世，他的名字叫做中村奈一辉啊，奈就是迪士奈的奈，一就是一二三四的一，辉就是那个王光辉，光辉的辉，中村奈一辉。他的奈一辉好像他爸爸还是他祖父取名的，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他那个念叫 Nike、欸、对，奈一辉的发音叫 Nike， 不会真的真的哦，就是运动品牌的今年品 Nike 世界品牌 Nike， 他爸爸还是他祖父喜欢这个品牌，所以要取。我觉得 Nike 自己家里的长辈喜欢什么很重要的，突然有种感觉，日本现在的。爸爸妈妈甚至阿公阿嬷取名的那个也越来越现代化了，对，只是没有像以前那种。你没有发现越来越多是那个，因为他们有那种他们的每个汉字读音有很多种，嘿嘿嘿，所以他们可以真的就这样按进去呢，直接这样就这样对起来了，连那个倒了，对，那、這个是以前的怎么讲？我怎么讲？是那种外国选手，比如说足球很多嘛，对对对，规划的时候去选一个汉字去拼上去，现在没有，现在直接取名就是这样了，现在是。我取名就取的直接这样，不是日本的那种以往的名字，要直接再去把汉字放上去的感觉。哎，年轻化的取名方式，对，不是像过去都是什么有右树啊、Yuki 啦，什么都要 Yuki， 嘿，忘过什么什么，就那些大家常见，现在没有，现在很多有特别念法，然后念了之后你会发现，哇，原来是这样的巧思哦，Nike 的这样都可以改变的那种。中村 Adidas 汉字要怎么倒？爱唔知爱好啊，要给要取的棒啊，伤脑筋就好。那个是他们去伤脑筋。好，那最后一个来，我们来整理一下，因为大家相信球迷朋友很关心日本国队最后第一指名，嗯，到底摊牌的时候会是谁？大概我看了一下，比如说周刊 Baseball， 他们目前预测在10月19号初刊的这个报道里面。周刊 Baseball 认为日本国队会选今晚梦斗。嗯，哦，那另外有一位叫玉川生的这个 Baseball Writer 棒球写手，嗯，也是在10月19号他的这一篇报道里面，他认为，因为他一定看了，我觉得他一定看了李三西 PO 的这些话之后，而且搞不好他是在现场听到这些话的啊。他认为日本国队第一指名就是柴田四之啦 Leo。然后李希智也每年他都会有这些嘛，嗯，选秀前他们预测12球队每一队的这个第一指名什么什么的，在10月18号初看的这个影片里面，李希智也是预测中山队。我记得那时候他整篇里面，他意思说他前面看的就是因为他们都有资料嘛，嗯，他东啊看西啊看南看北看，他看不到日本火腿，一眼就觉得啊这个位置很欠，要赶快补了。他觉得没有，因为。他是讲他觉得选秀的策略，他很多他是以他的思考点是现在球团在哪个位置真的缺人，或是真的人变少很多，他需要这个地方是一定要补的，其实最现实的方式嘛。然后日本队现在的名单，他看了看看，他不觉得有哪里是急需赶快补的，
所以他还是回归了。日本火腿会选这个那一个年那一年最强的选手，他们认为最好的最好的选手，不是那一年他们觉得最好的。最好啊、值得第一指名选对，因为他我记得他那一段影片里面也有举例，比如说像轻功什么，就是除了好之外，也有一些就是他就是很有话题性，这一种也是在他就是那一年的星星的讲半天就是闪耀的那颗，对，星星，所以他们就会选他们。李希志也这边觉得中山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也是 YouTube 上面的，这是 Sports Navi 也 YaQ Channel。这个频道里面他们拍的那个，对，他找了这个西尾典文跟赤心宪广，还有一个三个人，反正他们就有三个人在对谈，什么什么预测，他们的结果也是预测日本火腿是中山垒，会选中山垒当第一指名。啊，另外还有一个是也是西尾典文自己的，他在这个这好名字超长的，萨拉利满斯卡乌斗上班足球探，那个哆来夫多候补图鉴。在这个文章里面，他的2024年日本火腿的第一指名预想，西尾典文自己在10月17号出刊的，他也是认为中山垒。所以我看大部分几乎都还是觉得日本火腿选中山垒的几率最高。好，可是是不是打出来那年也是中？哎，打出来那年大家觉得会选丰间球，可最后是打下台。可是那年没有人出来讲什么、哦，对，就默默的直接动。为什么你不觉得为什么我这些年我怎么会在这里呢？为什么我现在会在这里呢？大家去想想呢，想那时候没有人来讲类似这种，对啊，暗示的，好难哦，好想你觉得会是谁？你说我觉得吗？嗯，反正就24号要选了嘛，这一集就一定是选秀前了，下一集在录的时候结果就出来了，下一集我们要介绍结果了，那我们就你觉得吗？我觉得你讲我讲。我们觉得第一指名啊，你慢慢想，我稍微再介绍一些别的，因为今年其实有很多北海道出身的高中投手或什么的，那些绝对不会第一指名，还有蛮多都是那种190前后啊的那种投手，我觉得今年看那个资料就觉得，哎，身材好多都是嘿，就是日本我都会想要那一种型的选手，这样你想这样想好像嘿，你就觉得他第一指名，你觉得是中山嘞？我觉得我现在可能跟软银的应该也是三选一啦，今年那种我觉得二选一了，剩二选一了。今晚不要算了哈，狮子或雷包，对对对，三雷或是狮子，它是三雷还是狮子这样？三雷猜到这边来就对，三跑来右边就对，选一个二选一。你说我吗？哈，这样讲我会真的觉得是，你觉得狮子是？狮子因为某个程度上，我觉得你相信立山 CPU 不会唬烂人，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他喜欢骗人，哦，他不喜欢骗人，不太会。我觉得如果是洛河，或者是或者是野村，或者是对不起，一直讲下去了，新野或者是杨木，他们会用这样的方式去让人家陷入混乱。我觉得某个程度上 ，CPU 立山不会，对，不太会做这种事的人，嗯。我看我再回顾一下他讲的话，因为他也没有讲明，他只有讲，比如像我们能 care 的那一句话，为什么我现在会在福冈呢？他也是后面提到，也是他没有明讲，他没有除了那个大家去想我为什么现在会在福冈，还有比如就是我们现在球队就是觉得我们必须要再赶快再培育一个二道流的选手，但是他并没有讲明他是那个。第一指名的候补，这是日本的媒体去判断。哦，你都讲到这样了，柴田狮子是第一指名的候补的其中一个啊。当然，这些选秀网站的评价什么什么里面，柴田狮子也值得一个第一指名的这个，嗯，这叫什么？第一指名的不是鼓励啊，就是肯定，第一指名的肯定。因为他也差不多190公分，他的投球其实我看那姿势其实也蛮漂亮的，他投球姿势蛮帅的，很中规中矩，不是怪里怪气的姿势，不是，他是很中规中矩的，身材又有，控球好像也不错，好吧，那我觉得中山垒，只是我觉得日本火腿现在真的很缺内野手吗？你像今年水野达希在游击已经很稳了，已经就是明年大概就是会先以他为主力了啦。他都打成这样了，嗯，而且明年不是会换人工草，对，我觉得基本上，嗯哼，啊，还有一个我现在想到的，那我可能错了，因为现在比如今年的日本职棒，大家应该都知道，现在就是一个投高打低的联盟时代，
选投手，选投手，今晚了，狮子，狮子啊，就是我为我以后啊，嗯，狮子，因为达达差不多明年应该就是会推上来了啦，对，如果他正常 OK 的话，嗯，明年应该就会有达达的那个。局数要给他再一军那个，所以下面我们已经找到下一个打比数，所以我们要找下一个打比数，就是下一个我们未来的有可能成为 S 的投手，而且他还可以二刀流，好吧？我们就信立三一次，我们就信立三一次。你说这我才想到打比数，哎，打比数那个名字是片假名，嗯，打卢比修，打卢比修，然后有吗？有，嗯，有。你想到什么？我觉得蛮好玩，就是哦。就是以前这种外来字，嘿，或这种念法都是直接写片假名。对，嗯，现在都是我要帮我的小孩取一个再变成有汉语的名字，然后再安一个汉字，再帮他安汉字进去。最近有种哦时代变的感觉。对对对，啊有了啊，有一些混血就没有了，混血都还是用。因为那他本来他的姓就不是，嗯，不是日本那边的那种的，就势必得用就是拼音去弄出来。嗯，好吧，讨论了半天，我们两个人都决定相信。立三 CPO 好了，我们都信他一次哈。本节目信他一次，柴田狮子，柴田狮子，我觉得叫柴田 Leo 好像比较快，比较顺。Leo 比较帅。Leo 哎呀，柴田狮子，好吧。那如果大家愿意分享自己的看法，欢迎可以欢迎在我们留言哈的那个下面去留言，大家可以讲看你们想要谁进火腿了。对，大家可以猜猜看，嘿，大家可以猜猜看，猜中没有礼物，猜中给你鼓励鼓励而已，或者说你。你古巴站那场去见跟艾迪哥找啊，我在下面工作，所以不要找我。找我哪？领糖果。凭留言猜中的留言，领糖果。你真的那天你要去，他如果真的你才愿意拿，我买乖乖桶哦。圣诞老公公背了一包，里面都糖果。欸、对啊，哎、欸，那时候啊，在11月，还没12月，太早了。好，那这一集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好吧？谢谢大家的收听，好，我们就下一次的节目再会，再拜拜，拜拜。